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潘老师，欢迎来本期大帅观战，来观战一把幻老师的祭司啊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来看他反穿的，好吧？反穿地神，就是他的反穿的那个成功率啊，感觉比别的祭司要高很多很多，就是那个感觉掌握的非常非常的好。来这边上来抓祭司 ，nice 了，这一波精彩了，上来抓祭司，翻一个窗，这边破板，往前走。进前面的板，哎，这边被打断了一个洞。那这一波洞打断，艾丽也是抓到了这个精妙的时机啊。但怎么说呢，上来抓一个祭司，我觉得对于艾丽来讲还是挺香的。祭司挨一刀拉走，有没有队友来保一手？好像目前来看没有，一个洞直接打。来，两边拉，两边拉，主要祭司现在少了一个洞，猫再咬住，那这个祭司可能一波跳就要没，他得再找机会。野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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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晕住了，打一刀，好，镜头 K 到野人。野人的话，这边狐狸想要来保，先打一刀刷刷存在感，然后等猫就行了，等猫稳定牵起来挂上，跳住。这边其实两只猫的话，我觉得跳一波打一刀把野人打下来，再追一刀岂不更香？这野人都不能救人，对吧？因为打已经打了一刀了嘛，这野人不是说一个满足啊。放猫分回来打一刀，打中野人，野人扛住刀，好，祭司机会来了，野人这波扛住刀，祭司先一个洞往前打。然后一个翻窗加速往里拉，这边的猫能不能咬住？好像没有咬住。翻窗加速反绕一圈吗？反绕一圈，这边可能是封窗啊。机械师这边过来帮忙来挡一手，猫要放了，猫要放了。怎么说？跳中，跳中的话，对不对？咬中的话应该是没机会了，咬中的话应该没机会了。前锋撞了一手，哇，这个难道？先封你不让你打洞，但是这边还能翻窗。祭司这里是机械师帮忙保，然后前锋帮忙撞，保下来了。这个祭司值得全队来保，因为他会带给你奇迹。这种洞是秒打的，这么细一个墙，那是秒打洞。野人在这边继续干扰。一个值得全队人来保的一个祭司。只要帮他拉开暂时的危机，他就可以靠着手上面的洞给你创造奇迹。洞先给你打了，主要现在艾丽这视野都已经对吧，都看不见了，一直在玩，一直在玩，一直在绕，一直在绕。镜头给到祭司，幻老师这边翻窗，艾丽这边三秒钟有猫，野人好像又靠过来了，猫放了，但是野人这边好像是。好像是前锋帮忙顶撞了，前锋帮忙撞了一手，野人在帮忙顶了一手。哇，这全员保祭司能保成这个样子啊！抽一刀，哇，这真是一个对吧团宠级的。来看第二步跳，这边晕住了，好的，带走戒指没办法，艾丽这里真的是没办法，这。本来感觉眼见着对吧，要抓到，要抓到，要抓到，然后被顶，对吧？被捉，眼见着要抓到，要抓到，要祭司帮忙扛一刀。祭司这里状态补满，然后自己对吧，把野人补满，野人去救人，我这边自己管自己修电机，他传送过来对吧？我这祭司就有洞啊。前锋一波拉球，来来来，直接拉球过来，准备直接救，无伤救。艾丽这边放猫回来，有搏命一套上前锋这边的话，一波无伤救人，这波无伤救人救完，艾丽的节奏已经是全部没有了，这个局只能看怎么盘平了。盘平是有可能的，因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在是二挂，待会儿是一个上挂飞，挂飞挂完以后你救下来，我再将要接着击倒挂飞传送，再留下一个人啊，是可以保平的。野人祭司中间修一台，还有一台应该是小门，小门那台吧，对，小门这边还有一台，两台电机差不多好了，看谁来救了。搏命是已经没有了，这里前锋跟野人可以一起救，我觉得前锋野人一起救，两个人应该是一个左一个右，对，这样的话确保这人救下来，四人开门战打一刀，这样的话猫
往前放，但是野人已经贴过去了。这里猫没往前，因为没有提前往前放，所以说它靠不过去，没有机会可以给它，没有给它跳台的一个机会。电机可以直接点亮。中场还有一个祭司的大洞，这边在等，快走，祭司叫，在，这我快走，就是祭司问你们能不能快走，穿洞。一打我电击点亮，哇，这距离还拉开了，少挂飞的机械师好烈呀。这把的话倒不是坏老师一个人的功劳，坏老师的牵制固然好，但是真的是全对，你就感觉打的真的跟个四黑一样。上来找到戒师，传送还有，还行，这边的一波机会啊，找猫机会找到了，这边的戒师那还有机会。看一下祭司这边门点开了，看祭司能不能走。船妈，船妈，船妈，祭司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，但是艾莉这边还没船，洞先打掉船，没有吗？不船，不船，放猫，放猫。哎呀，可惜了，毕竟这个局如果船了还真有机会，还真有机会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